7-4，高调辛巴，再回到外围，高国豪出手的三分命中，哎、Bruce Witt， 高国豪也回到场上，切入的第一步李凯燕犯规，正变成二连败。当然，因为他也知道，哎、欸，大家都爱看嘛，那如果没有洋将了，他们会判若两队吗？把握度高，全部都掌握住了。昨天再给阿敏。篮板球 ，Liggins 再去抢，哎呀，自己人，国豪拿走，前场国豪要一手，有、哦、好球，哦、打得够硬，哎呀，太多的转移了，太多的谦让之后，高国豪上篮，而且让工程师现在把比分给反超过来了，七分差，国豪领先。哎呀，国豪，哎，又超球，连超两个，在第四节。高国豪切入假动作，后面 Liggins 刹不住车犯规。嗯，很想赢这场比赛，真的。哇，一身飞下场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两罚都进，平手。工程师这周只有这一场比赛，高国豪，中锋差得分，